削苹果，丢果皮，丢烂掉的奇异果，堵住就会发臭。日本管道莫死，伸下去一按，马上就疏通了，果皮跟菜渣都被溶掉了。泡泡洗过之后，水管就变干净了。以前油的都往里面倒，越油水管就越堵，伸下去一按，水管就疏通了，按下去就疏通了，油垢都跑上来了，油污都被溶解了。它还添加了退油酵素，不怕油，强力退油。泡泡敲过去，水管就干净，还可以溶头发、溶污垢，水管就不臭了。地漏卡一堆头发，泡泡挤下去，脏就排出去，没头发就不堵了。以前倒粉啊，鬼不得臭，倒清洁剂流掉没效，伸下去一按，头发就冲出去。MIT 台湾制造，不伤水管，疏通不发臭，除脏不卡垢。